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，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作。找到没有？一二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何用的百姓。这段经文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教导的话，是吧？因为时候要到，现在是不是这个时候了？是。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听听文浩讲的，牧师啊，你听文浩讲的很纯正，不要听哦，异端。牧师，你怎么知道异端呢？你听了吗？我没听。你没听，你为什么定异端呢？这不用听，我就知道是异端。这些人从哪来的？情欲，从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。谁在自己的情欲？我要不是圣灵感动的，他没有重生啊，没重生的生命，自己想要做教法师，对不对？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。这一群人现在在教会中间长成了，谁到他那里头，谁就受害。谁到他那里头，谁就成为撒旦的奴。神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兴起工人，兴起了他何用的工人。神要把这个道全部给他翻盘了，从中国这个道传进来到现在，除了马丁路德改教，这是一个整个这个教会中间一个巅峰的浪潮，最巅峰的浪潮就是马丁路德改教，一直到现在整个教会都握在这些属血性的人手里。因为这群人没有圣灵的呼召，这里边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厌烦，不想听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这耳朵发痒不是礼拜有耳屎的，是他比喻他这个情欲的耳朵听不进去属灵的话，叫耳朵发痒。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啊，非要站起来做教导人的，因为知道这个师傅啊被人尊重的，所以都起来要做教法师。但这些人起来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认定的。今天我们这群人，绝对不是跟这群人绝对不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先忍受苦难，然后再做传道的工作，咱们按照顺序来。他们不按顺序来，圣灵没呼召他，也没重生他，他随着什么呢？自己的情欲，我愿意，我喜欢，这样好。当老师被人尊重，当牧师被人称为老师，当牧师老婆也借光成为师母。就这么一群人在教会中间横行霸道，牢笼一群人，把这群人牢笼在罪恶里，牢笼在律法里，叫这群人不明白真道。这也是魔鬼在教会中间使用这群人，在教会中间就是把一群人牢笼在罪恶里，叫你没有办法重生得救，
说你不听真道，因为他们不听，还不让你听，别听啊、哦，别上网上听，网上都错的。你们在哪听的？这说明他们说的话是骗人的，鬼把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这群人说随从情理，增添好些师傅。历史这边假的多，真的少。江一山有几个真先知？也不是个假先知。今天教会中的假先知多不多？耶稣基督说不说，必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么今天就是啥？有的人都承认自己是假先知。我到山东那个讲道，就有一个人亲口就像所有人，哎呀，这咱们怡情王一浩讲道，咱们这不都是假先知吗？边听我讲的殷心诚意，边在下边就哭，所以说照样，照样的还穿他那假的，你说这怪不怪？你说这人不怕死是不是啊？你穿假的怎么得死啊？上帝会把一切假的全部拔除，一切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如同废阶一样，在审判的时候来到，这些个人也站立不住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。掩是什么？堵住的意思，捂住耳朵，堵住耳朵，不听真道，不听不听。你叫孙宝宝去听真道，你说你听真道了，他绝对不能听，你信不信？他要听王一浩讲道，要他孙宝宝的家，你信不信？就所有的，他就偷着听。他也不能当着你面说听，因为他当着你面听掉不掉价？特别越是资格老的牧师长老越不能听，因为他听了表明否定自己了，他从前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威望太高了，爬上去了下不来了，是不是？一旦下来坏了，胖的上树好上不好下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大伙推上去，把那胖推到树上，他自己往下能不下来？他也下来也叠一个，实实惠惠的，要嘎嘣的一声，下不来了。这群人是掩耳不听真道，却听信荒谬的言语。下面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听没听明白？什么叫凡事谨慎？所有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你都要谨慎。下面是忍受苦难。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，提前必要忍受这样的苦难，目的是做传道的功夫。是先传道，是先忍受苦难。没忍受苦难的人，能不能做传道的功夫？没忍受苦难也带教会，带来带去，带偏了，带邪了，带歪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没忍受苦难，你不照着圣经神所给我们设立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这旧法是不是神设立的？是。这传道是不是神设立的？是。神告诉你先忍受苦难，你告诉我你是先传道是先忍受苦难？先忍受苦难。一定是先忍受苦难，目的是为做传道的功夫。昨天我们讲到得救的功夫，这还有个传道的功夫。这传道功夫是预备传道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受苦难就传道，你不受苦难传道，你会怎么样传道？你看他患难能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这时候你就不要让人看你年轻，是不是啊？不让人轻看你年轻。教会中间需要老练，工人需要老练，是不是啊？工人需要做全群的榜样，忍受苦难是上帝使用的工人，无论是旧约的先知，无论是新约的使徒，无论是末后时代的工人，都必须经历的就是先忍受苦难。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，懂了吗？
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。这是指着什么时候呢？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你是不是主的工人？是。救恩你都给你们，你也没忍受苦难。这工人第一关就是我明白救恩，第二关我必须接受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，那就是接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工作。没有苦难，你就是传道的。这个人早晚有一天他会被要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还是先得荣耀后受苦？你受不受苦？你只要是传道人，你就在苦难这一关上，你必须比弟兄姊妹先迈出，你必须先接受苦难，是不是啊？一把菜刀，他要想被主人使用，他必须先受苦，必须先被烧红了，必须先被捶打，必须先被抛光，必须先烧热烧红，再用凉水再溅一溅，是不是啊？再激一激，经火再经水，多次的经火经水，它就硬了，最后再进行抛光。合乎主人的使用，你就一块铁被剪一点出来，没有链，里面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那些渣子啊？你就是一块钢，今天不经过火，能不能成为一把菜刀啊？你现在被剪一点出来，你去剪一点出来，就要经过铁炉，就要经过炼钢厂，是不是啊？炼完了成为钢了，还得经过窑匠。经过铁匠打、烧、锤、磨、抛光、开刃，对不对呀？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做传道工，为什么忍受苦难的原因，不是上来就使用。你们听过他的道这首歌，谁唱过？领着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听了他的道理，那他的教学，那他的真理，不是就去传道去，而是要怎样呢？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那用什么脱呢？苦难，是不是啊？用苦难，这个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作，听得明白？不然他没办法传道。起来一个下去被摸鬼拿来，起来一个被摸鬼拿来，因为你没忍受苦难，摸鬼肯定把你拿来，你经历不了任何的风吹雨打。这个基督徒现在他就要忍耐，存心忍耐，在苦难中间忍耐，学到的这个忍耐，你才能带领很多的人。不然的话，这个顶撞你一句，那个顶撞你一句，是不是啊？就像你自己的孩子，像摩西带领以色列出旷野一模一样。摩西最后呢，说急躁的话，连续击打两次磐石，岂是我生的呢？这以色列百姓怎么就跟我生的一样？怎么是我生的吗？干嘛就得粘在我身上了呢？上帝说，不是你生的也是你生的，就你的，就给你了，你管不管？对不对？你看以色列带了多少人呢？摩西带了多少以色列人呢？几百万，光男丁就66万，是不是几百万人呢？这百姓岂是我生的呢？怎么有事怎么都找我呢？
你就要承担着管理教会的这样的责任，你将要肩负着上帝的使命，听明白吗？你从来没想过，是不是？你要做工人呢，那上帝就非得给先抽，不是先叫你做工人，好不好？咱们看提摩太以后书提摩太后书说不说苦？第二章第三节，提前说，预先说，咱没传到前，这就是预备的工作。这预备工作没预备好，是我们现在都带着教会，是不是立？是不是立？有的时候带教会力不从心，是不是啊？就感觉这带教会这么累，力不从心。我想我说这句话，弟兄姊妹都能够有精力，就记住了。有一些时候感觉力不从心，还有些时候想要撂下，想要放下来，因为力不从心，这不是一个人的经历，而是许多人的经历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受苦难，能力不在你身上显明，你也带教会，但你靠着自己的肉体膀臂带教会，累不累？麻不麻烦？力不从心的，最后又都有放下的这样的想法。是不是啊？因为上帝要把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显明出能力，要叫你靠着能力来带。这就是摩西为什么一拳打死个埃及人，上帝也没用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必须进旷野，通过放羊，从羊身上学习的这个功课。你都是放羊者，你都是领以色列出埃及者。听你明白，你都是这个时代的拯救者，你是上帝在这个时代中间兴起的拯救者，要拯救更多的人脱离仇敌的手。那么今天你靠着一拳只能打死一个，对不对？但你打死不了所有的埃及人，那么你要想能够胜过埃及人，那必须就得有能力，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听没听明白？能力重不重要？他为什么要把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这种大的能力？我们看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这是保罗说提摩太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我受苦难，你也跟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。这合用的器皿是基督的精兵，是不是啊？咱们可不能光唱这个歌，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歌应用在我们生命中间，好不好？要信这个歌，也信这段话，把这段话变成灵，放在你心中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，因为同受苦难才像基督的精兵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同受苦难才能做传道的功夫。你现在也传道，有没有能力？你传一个人进教会，把你累个，不累扁你，累趴下你，还怪你，有没有能力？你现在也传福音，是不是啊？你传一个进教会的，得累到什么程度？那嘴是冒沫的，那传了，传了他也不信，这是没有能力。为什么叫你经历苦难？传道人这一批人都是传道人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就要在这个时代中间兴起传道人，这传道人一定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到底就是不独在乎言语，乃在乎神。”
因为神的国他不独在乎言语，不光是言语的问题，他得显明这个能力。把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显明出这个能力，一说话带着能力，一传到5000人会改，一传出去10000人会改，上帝要掂量能力，是不是？吩咐瘴击打海水，海水就怎样？对，有这样的能力，好不好？不然你怎么胜过众仇敌呢？才算打非利士人，要不要能力？要，这要能力的。他要这个能力是在世间把那个神，那个神能用神迹奇事显明出来。神迹是不是显明神？把神显明出来叫什么？叫神迹。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叫什么？神迹。上帝要不要这个神迹呀？所以保罗祷告说，你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随着我们做见证，是不是这么觉得？如果不随着我们做见证，我们就凭着嘴说，就凭着言语，行不行？这个言语必化的能力，神要用能力因逆着一群传道人，好不好？这能力必须在你里边显明出来，不是光我说的言语，你说言语你也去传道，但有能力和没有能力都说一样的话，不一样的果效。你相信不相信？都同样去做菜，那个专业做菜的和那个业余做菜的，它不一样味儿。都给你那些调料，都给你那些油，都给你那些菜，做出来不一样味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东北饭好吃哈，好不好吃？用山东话讲，真香，刚香，东北饭真香。那东北香，东北饭这群人都会，东北这群人都会做菜，所以它就香，是不是？上山东那地方什么都放酱油，它能香吗？什么都放香油，它能香吗？脚下也放香油，好好的脚下放着香油，难闻死了。山东的酱油不好吃，往那使劲放，放了黑乎乎的脚下，哎呦，难吃死了，因为他不会做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这群人都是给众弟兄姊妹做饭的人，你做的好吃不好吃，就看你今天忍不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，是不是？咱们做的是什么饭呢？属灵的饭菜，是不是？叫弟兄姊妹吃的，这生命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做那玩意儿没人吃，一闻到那味儿，离老远就跑了。离很远的地方闻到那味儿都恶心，他还能吃吗？你做完了，很远的地方就香喷喷的，然后你就开始深一呼吸。真香，太香了，太香！你就有神，你就想吃了。就同样讲到，是不是？那些牧师长老也在那讲，在那臭白话。那不是讲到，那是干什么？臭白话，那是胡说八道，根本不是讲到。你说那下面的人听到你？两个嘴角往下流腻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哈哈哈直从那嘴，然后那听到的人那就不得不听了，听完拿着包去了，听了没听啥，那老太太就走了，就这一年一年这么过去，到聚会的就聚完听完了没听着什么，明白这理不知道，不明白，明白就问吗？不知道。生意吗？不知道。得救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去了，你啥也不知道，你听啥了？那这他讲的我也听不懂啊。那你干啥去呢？那不去，你不聚会，那怕神不要我，是不是？那么，咱们今天明没明白救恩？明白。不但明白得救的救恩，而且今天我们现在是进入了得荣耀的救恩，得荣耀也是救恩。
身体得救也是救恩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是得救的救恩、得荣耀的救恩和得胜的救恩，这听清楚了吗？啊，咱们现在不单明白救恩了，这些都明白了，我们还要站出来被神使用，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，成为这个时代的精兵。神要借着我们把他的道传遍到地极。那你今天在神手上这个工作，我们先被神工作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，是他建造的房屋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可以给你这个造成是加工，加工怎么加工呢？炼银的，炼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把你里面那些肉体情欲的东西全部给你炼出去。你现在传道上不能够掺杂着肉体的情欲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不能掺杂着人意的东西，也不能掺杂鬼给你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掺杂的这些东西就会影响你传道，就会不是纯净的言语，好不好？这个有肉体的私欲的关系。弟兄姊妹啊，我家那个房子现在啊就不能住了，这干嘛？要房子呢？这传道人在前面要房子呢。弟兄姊妹啊，我车现在旧了，干嘛？要车了，赶上那个孙家德了，那个孙缺德。他跑那个讲完道了，大伙儿出来了，他根本他不是讲道，胡说八道。孙家德讲道，把这毛巾在这搭着，眼睛闭着，丢死了，俺们把俺们呢，下面俺们，走一圈，跟他太阳走一圈，在俺们当时间是不是？浪费谁的时间？是讲道吗？讲道刚散会了，看别人开的宝马车在那个地方，手按在宝马车上，就按在主上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祷告，求主给我一个宝马的车轮子。你怎么说？你这不是跟神要？你看这这么多人呢，手按在宝马的车轱辘上，你是跟人要啊，不是跟神要？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传道人是传道人吗？这是情欲增添的传道人，管人用，是不是啊？鱼鸭雕饼，那乌鸦雕饼雕肉，肉是他要的还是神给的？神给的。神给的和要的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讲道理的都不用，那言语就开始，就开始要东西。你这是讲道啊，还是为肉体服务？这样的工人不是主是清洁工人，听不听明白？上弟兄姊妹面前就苦穷了，就苦穷，这没有那没有，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就给人拿，如果没有人拿，他得寸进尺了。今天拿完了，明天还念羊，你念穷羊。你这是传道，这合格吗？不受苦就当传道人，就这个结果，听没听明白？传道人应当主动的跟弟兄姊妹，那么不一样，你就知道你必须先比弟兄姊妹迈出一步，多受苦楚，多受苦楚，这是传道人，别想着享受，好不好？你有个窝帮住就行。对不对？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，能把这道传出去，上帝就悦纳你。这是一个传道人受苦的心智，必须的，在传道前必要立这样的心智，好不好？因为忍受苦难，什么叫忍受？什么都得以我的心儿，什么都得以我的肉体达到我的肉体的要求，那就用忍受吗？耶稣有什么？不是有动物，飞鸟。
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窄窝。那个弟兄姊妹鬼念秋秧了，再遇见这鬼念秋秧的，把他从台上给我拉起来。这个鬼念秋秧来，这个情欲的师傅啊，情欲的师傅就鬼念秋秧，天天念着念着这个，念着念着那，就管弟兄姊妹要。有的弟兄姊妹傻啦啦的给，要就给呀，你给谁了你啊？是不是啊？人受苦难做传道的工作，这是第一的传道的条件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条件，你是否是先忍受苦难，然后进行传道？我们现在可也带教会，但没有忍受苦难，他就没有这个能力。能力是通过苦难而来的。我说这你信不信？你可以看这段经文啊，彼得前书四章、五章。小子们，从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忍受苦难就必得能力。不忍受苦难，你没有能力，你拿什么传道？拿什么传道？你也传道了，但没人听，是不是啊？找到了，我来读地方怎么看。为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经不经历？经历。经历什么？为什么传道人为什么经历苦难？做传道的功夫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你经历完苦难，那赐出完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是不是得叫你得荣耀啊？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，暂时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兼顾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这个赐力量是在忍受苦难前是后。苦难是在得能力前是后？前。我给你试试看啊，你要不照着这个，这叫什么呢？规矩，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，是不是啊？这说规矩啊。你要不照着这规矩，你起来一个传道人，你是为肉体；再起来传道人，你不为肉体，转来转去也为肉体，就怕苦难，就躲避苦难。就准备神要在你身上建造这个苦难。这苦难是什么呢？啊，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晓得吗？第十九节，这是按他旨意受苦，这叫遵行神旨意。按他旨意受苦，因为你不受苦难，他没有能力啊。你也听了这道，不说这能力就显明出来，他得再受苦难之后才能显明出来。听没听明白？同样是福音，福音保证是神的大能，但今天你不忍受苦难，这福音、这个生命、这个道在里面不长，不长，那么你就显明不出来他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这小孩就这么高。他不长了，他跟别人打拳不用打，一指头就推倒了，他没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孩子，也生出来，但你是没有能力的孩子。那长大成了长着壮的，肌肉块又大的，是不是就有能力打拳？就平等，他有能力的，但上吊这个能力不是人间的能力，是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来的能力。听没听明白？许可你不明白。但你不明白，你可以在那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能起来抵挡，别中魔鬼的诡计，好不好？谁许可人不明白？要都明白，不用我讲了。
是不是？你可以不明白，但你不能抵挡住恩。你允许你不明白，但你可以静下来好好的听，好好等候神，问神。那个抵挡的人就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一直在地上坐着的人没一个好下场，你信不信？你可以不明白，暂时这个地方我可以不明白，放下，听，求告神，问问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做传道人还得忍受苦难呢？都这么晚了，还做传道人还得忍受苦难，理解不了是不是？要不是苦难，哪来能力？没有能力，你拿什么传道？你是光传言语的，还是传的时候带着能力传？哪个更能够抓住人心？为什么耶稣传道的说，他讲话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那些文士，是不是？他像有权柄的人。上帝要不要权柄？要不要能力？要这样带着能力去传道，把你建造成为一个像参孙一样有能力扛门扇的上山了，扛门框扛门扇都扛个山，拿一个未干的泥扇，我嚓嚓嚓嚓嚓说两圈，那人帮着帮着帮着全部倒，一千个人全部倒，要这样能力好不好？你现在有没有这能力？没有，没有他才给你建造，得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承担你，监护你，赐力量给你，这时候才有力量。听懂了吗？啊，我不忍受，我干脆不忍受苦难。主啊，我这一天总给你劳累，你还给我苦难，知道吧？发怨言是不是？主啊，我天天在教会中间做工，我看你这是大浪子，是不是大浪子啊？是发怨言，我给父亲天天的在地里忙活，你去没给我山羊羔，你这个人一回来你给他宰牛犊，你看小弟你不给我，你那个人什么也没干，你给他肥牛犊，宰肥牛犊，给他穿王袍，给他戴戒指，是不是啊？这大浪子，你现在明不明白？我今天跟你讲，工人先受苦难，你要比信徒先受苦难，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边胡说八道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你只要是你是要做主合用的工人，是不是合用的百姓，你就得真真实实的详细的降服下来，去接受这样教会，好不好？这教导不是来自于我，乃是来自于神。好，第十九节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因为今天你没受苦，你的情欲在那泛滥，一面去传道，一面发动情欲，走一个地方撒情欲的种子，再走一个地方又撒情欲种，撒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败坏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不能一心为善，因为这里有分心的事儿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分心分心呐，不能够一心为善呢。按神旨意受苦的人，目的是什么？一心为善，一心为善，好不好？这一个是什么？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作，按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好不好？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他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兼顾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听见没？你是工人吗？是。忍受苦难，这苦难需要忍受，是不是？一说忍受苦难，是不是？这肯定不是我信受，
是先受苦之后，上帝在你身上成全这个苦难的时候，你才能受苦。照着你的心，你不说我跟基督同受苦难就同得荣耀吗？你信我和基督同受苦难，但最后上帝要叫你真正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你才需要忍耐，他那个时候才叫真苦。你受喜可不受苦，你信我和基督同受苦就不受苦，但只有你经历的时候才是真正受苦。真正受苦的时候需要怎样？听没听明白？咱不是说我光心事的改观，我要跟基督同受苦难，我要跟基督同受苦难，这是你的心事。但上帝要把你苦难真正叫你经历，咱不是光嘴呀，但实际上他要叫你在肉身真正经历苦难。受苦在哪受苦？在肉身。受苦不是在这，而是在这，在肉身真正经历苦难，才能够叫你忍受。这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在经历的时候叫你忍受，忍受了才能做传道工作，没忍受不合格，不合格不能做传道人。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就这时候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，是不是啊？这你们带着神的爱，带着神的权柄，带着神的能力，带着神的智慧聪明，你才可以传道。你不经历苦难，我光说我说信受苦了，干嘛还叫我受苦呢？我都信受苦，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了，那干嘛还叫我得着呢？你信是得着，不叫你得着，不亏了你吗？啊，信是得着，叫你得着。不叫你得着就亏你，神亏你了，但神绝对不亏你。你信是得着，他就叫你得着。你心里跟基督同受苦难，你才去受洗的，所以上帝一定叫你得着。他要不得着，说明神不信实；他叫你得着，说明神信实。神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了，神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了。你干不干？不干的，下去。谁不干？下去。再不干，下去。但是不合格，来，不合格。因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你发怨言了，不发怨言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不发怨言，证明什么？他不发怨言，是因为他心里本身就不发怨言。他在受苦的时候，还是欢欢喜喜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样？是不是啊？欢欢喜喜。欢欢喜喜证明什么呢？接受你，不但接受而且忍受。这给你的这苦难是给你的笔，给你的水，艰难是给你的水，你要不要喝？它是你的午饭，它是你每一天的属灵的饭食，好不好？它虽然那苦难对着肉体，但是叫里面躲一躲。他拆的是外面，建造的是里面。他外地毁坏，里面内心却一天一天一天，好不好？他脱的是外人，他穿的是里面的新人，好不好？他脱的是属土的，他击打的是属土的，借着苦难击打你外面的人，叫你外体渐渐的毁坏，内心才能一天的一天一天长大。想过没有？能够吗？好，这信耶稣还得肉身受苦。这个做工人还没等传道的时候，还得忍受苦难。你要思想，免得灰心，会怎么样？灰心疲倦，灰心了。这种道不能传了，这传来传去弄一身苦难，越传的事儿还越多，这叫什么怨言？这怨言从哪发出的？肉体吗？到底是哪？是你的信心没达到程度，从里面发出来。
是不是？这说明你今天你的灵住在我的肉体中间，一看见苦难对我的肉体就把这个当我了，所以你才发现我。听明白吗？一生我要别心发怒，所以再回到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十二章找到吗？第一节下半部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把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因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什么？忍受了十字架，忍受，耶稣怎么忍受？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怎样？疲倦灰心呐，疲倦了是不是？乏了，灰心了。为什么会疲倦呢？因为没有忍受苦难。忍受苦难之后，他就不能疲倦了，因为他必要亲自成全你，坚固你。赐力量给你，赐力量给你奔跑，这都不变，是不是啊？行走，这都不变。伊利亚，你猜，派遣了吃吃吃喝，完了之后又睡了睡了，再派遣再吃喝吃喝，完了就跑多长时间？40昼夜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叫你跑40昼夜，不知道疲吗？相信不相信？40昼夜。拿一个车开40昼夜，这车完蛋了，爆缸了。但他人吃完喝完跑40昼夜，能力不是从这里来的，能力是从这里来的。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来，好不好？能够疲倦的、灰心的、疲倦的，证明你在哪里。所以这个受苦，你受苦在给你能力，你受苦在不疲倦，你受苦在不灰心，你受苦在喜乐。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什么？就所以罪人顶撞也不在，好不好？受苦也不在。不清楚了吗？上帝要叫你这人顶撞，这机会不能错过，好不好？坚决的，你出来就是要得荣耀，要得荣耀，肯定有数目的。你列没列在中间？假如你看遇见苦难，你开始发怨言，说急躁的话，这奖赏不给你；也说苦了，奖赏不给你。那个轻看羞辱、轻看苦难的那个人，是因为看见了摆在前面的喜乐。就轻看什么？将来咱们得荣耀，喜不喜乐？将来咱要跟基督同坐吧，喜不喜乐？将来咱管5座城，�喜不喜乐？咱要管10座城，喜不喜乐？将来咱们有更美的复活，喜不喜乐？这叫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什么？爱怎么地怎么地。预备好了，是不是？心智预备好了。才能够面对苦难，从来不怕面对，是不是啊？苦在他身上，他也把它当成甜。苦难来了，他还高兴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哎，谁要能在患难中欢欢喜喜，不是说吗？这个人，这心智已经操练的成熟了。苦难中间他还欢欢喜喜，还高兴，世人看这群傻的，说傻的，那世人要有个苦难了，哭哭啼啼的，是不是？而这些人呢，有了苦难的，还高高兴兴的，有这么傻的吗？因为他们和你的看见不一样，他看见苦难对的是什么？我们看见苦难，是叫我里面这个人。更加的丰盛，外心苦闷，内心却一天比心思一天，好不好？外面受苦，里面先高兴。锁链，
像不像？是。锁着你，但锁不住你的心。是。对不对呀？对。假如将来咱们要被捉，被抓起来了，坐牢了，你高兴不？高兴。所以保罗能够在那监牢里能唱，把那木狗脚镣啪都全开了。拜金了，从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，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。锁的是你的肉，但锁住你的灵；锁的是外面的，但锁住你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苦难逼的是肉体，但心灵是照亮的喜乐。你得有看见。当一个基督徒，当一个传道人，当他有这样看见的时候，他给把弟兄姊妹全都带在那里看见。他瞎眼的传道人，他只看见近处的，只看见肉体的利益。但今天我们正好，肉体的没有利益，你还跟从主吗？你还传道吗？肉体的没有利益了，你还传道？哥哥的传道，何用的感情？好不好？好。上帝就要叫你的肉体没有利益了，你还跟着他吗？所有信佛的、信教的、信道的、信法轮功的，是不是信伊斯兰的？他们都是肉体的好处。信保家仙也是肉体的好处，唯独信基督的，跟所有的宗派不一样。耶稣从来没告诉你，你要跟从我，我就保你家。万事如意，你心想事成，要不然就不了。有没有这话？没有。没有。若有人要跟踪我，就当舍己。哎，跟你舍，跟你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踪我。凡要救，不让你救自己生，不要不让你保你家。我来不是来保家的，我先告诉你啊，你要跟踪我，我不保你家。不但不保你家，我来是叫你们纷争的，我来是叫你家五个人相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不相争你就撇不下，不相争你对这个世界上就不能失望，不相争你的希望就不能再基督里面，只有失望了你才有希望，对不对？你在人间失望了，你才在基督耶稣里有希望。你在人间找不着快乐，你在基督耶稣里找到喜乐。你在肉体里没有指望，你在属灵的生命就有指望。你的肉体衰微的，你的里边的生命才能成长。你看见了吗？你要没有看见就瞎眼了。你传道，传道也瞎眼，用瞎眼传道，不瞎传怎么传？对不对？你要有这样看见了，无论你怎么走，无论你如何走，都不灰心不疲倦，是不是？都不会灰心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别的地方看不到上帝在我身上的神迹，你看到神迹了？怎么神迹？我一直讲，一直讲，那嗓子还能讲出来啊！我一天讲四讲，那嗓子还能讲出来，没有人听话，我就自己讲。从去年一直到今年，这是一年呐，是不是一年？你看到了吗？我的嗓子若是一般的人，就这样就能沙哑到一定程度。他唱歌，我刚才我还唱一段京剧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从前的嗓子更洪亮，但
但这我就感谢神了，神给我一直保留这个嗓子，还能传道。我讲话的时候不是那么很费劲的，嗓子也不疼，这不是神迹吗？是啊，如果没有神的保守，我早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天天一天四讲，试试干来。你说你能讲话，一天就叫你讲四讲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你试试看。他都没看见这个神迹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上帝给我的力量，讲道的时候才给我能力。对不对？对。一个老师讲课一天40分钟，40分钟其中还有中间还有课堂啊自习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作业的时间，40分钟他只能讲20分钟的时间，其中一半的时间他不讲，这是老师讲课。而且这节课讲完了，下一节他换了，再下一节课又换了，是不是啊？而我就不换，就我自己一个讲，也不换。这叫神的能力因地，因为他要把这道传出去。哦，兴起一个人，天天就要哑嗓子。你看他怎么传？神知不知道？早就知道了。我们每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被神所知道的。阿门。你受的一切的苦难都不是枉然的。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劳苦也都不是徒然的。因为必有你劳苦所得的功效。好不好？好。你不用怕，你所受的苦难上帝已经纪念了。今天做传道功夫前必须预备苦难，不是我今天站掉我就讲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你会没有能力的，因为你会灰心的，因为你会疲倦的，就是少年人也有疲乏困倦的时候。按肉体少年人是不是力气正强壮的时候？是。他永远疲乏困倦的时候。但上帝今天叫你看见，少壮的狮子也有忍饥挨饿的时候。狮子够不够壮的？他在找着食物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他一刻一刻还，他比怎样呢？重新得力，好不好？你疲倦了，他在家里边；你软弱了，他在这刚强。你看好不好？他是你随时随地的帮助，他是你随时随地的供应，他是你能力的供应者，他是你智慧的供应者，他是你爱的源头，他是你光的源头，他是你聪明的源头，一切都在他那里头藏着，他就是你的加油机。对不对？对。你几时软弱，他叫你几时刚强起来。不是不软弱，你软弱，他加你刚子，这才显明出神的能力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，传道人今天在地上，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，不是血肉绑定，早晚上帝都得一个一个往外牵牵，早晚。你听明白吗？早晚上帝都得一个一个重用我们中间所有的人。你在你那小聚会点也带着，就是操练模拟的性格，是不是啊？把你的性格叫你看看，你靠自己的力量，你靠你的性格能不能带教会？不能。上帝要叫你跟他的性情有份，所以呢，借着患难，借着各样的苦难，消灭你的性格。把基督的性情放在你身上，把神的性情放在你身上，就里面那个生命彰显出来，彰显的是里面的性情，不是彰显外面这个性情。这个叫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就是里面就长大，外面就衰微，里面就显明出来那个性情是谁的性情？你外面这人天天叫情欲在那显明，谁的性情？人的性情。所以托人穿神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他就吃神的、喝神的、托人的、灭绝人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从里到外都给你换新的，
都投往天上了，你说有没有能力的？有。身体是基督的，血也是基督的，灵是基督的，肉身体也是基督的，将来这个显明的身体是道成肉身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显明的生命是道成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把那个成义那个身体显明出来，这身体不能成义。你知道这奥秘吗？不知道。你从前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道成肉身，这是亮光。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因为称义的身体。我们称义是里面的人称义，不是外面这个人称义。所以也借着苦难把外面这个人叫他衰微。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我的部分直到永远。这首歌你一定要认真地唱完了之后就针对你了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这一有的心肠，专为的心肠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对不对？这个心是哪个心呢？基督那个心。但那个心肠那心是欲心。你一定唱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边唱边想着他的歌词，是不是啊？我的外面的肉体和我那个心肠，就那个心，那个欲心的心肠渐渐的衰微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但神是我这个力量，这个人的力量，心里的力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唱歌不是在教会这首歌，你连想都不想，就光唱出来。你唱出来就叫光出来声，但没情，对不对？唱这首歌有没有情啊？有没有表情？有没有心里出来的那个情？那个真实从里边那个人，那个新人发出的那种情，那种情叫什么情？叫什么情？叫爱情的情，叫基督跟基督的爱情的情，不是情欲的情，好不好？不是肉体那个情欲的情，听没听明白？咱唱歌不是个传话筒，如果这首歌你理解了唱出来，和你不理解了唱出来，绝对不是一个效果，你信不信？就咱们编这首歌，我用心里头唱出来。尤其表达的是内心的那种真正的真实的情感，真实的那感受，你唱的才好呢，才感人呢。但你今天走嘴上唱出来是音符，没有心，唱歌就是口唱。从来没告诉你，你口唱就行，你口唱，你不凭着兴趣来理解，不凭着你里边这个灵来理解这歌，你唱出来的东西，你叫什么？有声无情的，有声无情叫什么名？啊？叫什么名？死的物是不是？死的物有声，有敲梆的，它有没有声？当当当，敲梆有没有声？大家有没有情？没有情。他这个发出一个声，我们今天也是讲到他是声和情，他是并茂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讲到一个人，同样是一边道，你入心的人和没入心的人，你讲说不是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这个人讲到走心的人，他自己明白，他讲说弟兄就感染了弟兄姊妹。这人讲的道，他没有圣灵在他里边帮助，他也讲出来。神学讲道，神学讲座，坐在那个地方讲，弟兄姊妹，姊妹平安。
什么讲？下面咱们讲但以理中。这个但以理呢，不吃王公里面的饭胎。讲没讲？别讲，是不是啊？他不是被圣灵感动出来的圣灵，对不对？被圣灵讲到，他是被圣灵感动的，是不是？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感动出来的声音。将来我们都会讲到的，你听明白吗？将来我都是讲到人，讲到人，这里边这个课题一出来，圣灵给你一个课题，啪就出来，就在这个课题讲到，什么也没有，说什么也没有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有了就错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的话。对不对？说出来，并且都是圣灵的话，保证把弟兄姊妹带回圣灵，保证不是有声无情的，是不是？被圣灵感动的是有声又有情的，不被圣灵感动是有声无情的，听没听明白？你相爱讲道也是被圣灵感动，好不好？不是不被圣灵感动。等我下午这两堂课，我会着重地来讲这方面，好不好？就是言语纯全，被圣灵感动，这是很关键的。纯全的言语，你就到底讲不讲，讲的纯不纯，是不是纯净的言语，那么就直接的影响了弟兄姊妹生命的长进，对不对？纯净的灵奶才因此见长。那么今天你讲的道，一会儿掺着人的意思，一会儿还有鬼的意思，行不行？这是不行的。这样的讲道，讲来讲去，最后讲来讲去讲就是错的，把弟兄姊妹带进错路里，好不好？不应当把我的思维掺杂在讲道中间。你可以举例子说明这个道，比如说耶稣就讲撒种的比喻，目的叫人更加清楚知道那种子撒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他用一个那道扬在什么地方，他用种子来表明道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打比例啊，举例说明，你可以举地上的例子，是不是啊？但你不可以在你道中夹杂着人的意念和人的思维逻辑意念的产物，好不好？历史里面讲到错误的都是掺杂着人的意思，因此导致许多的教会中间，他听见这个道不是纯净的言语，听不听明白？下午再讲这方面的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一天的最后一天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，弟兄姊妹能不能忍受了？人人都要忍受苦难，然后做传道的功夫。你不怕？你现在带一个小教会呢，上帝操练出来的，但是一点一点的，上帝要叫你，把你带进苦难中间，同时要试炼你，也要操练你，同时呢，也要叫你知道苦难是你传道必经之路，是工人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预备的心智，听没听明白？我受苦难就传道，传来传去传家里去，听懂吗？这是绝对的，按他旨意受苦要一心为善，我们这群人都是被上帝使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人，所以要先借着苦难把你肉体那种情欲的东西都给你拿下，现在不能讲情面了，再讲情面叫我一个一个下来。我讲道的时候我经常怕把别人伤到了，所以我就总讲情面。现在我对工人讲道一点也不能给留情面，不是给那些刚进教会我留点情面，我该怎么就是这教会中间，你发现你弟兄姊妹都监督，
发现你自己这个教会中间有人为的东西，赶紧的在教会众弟兄姊妹面前提醒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教会中间有劝勉人，有责备人，有警戒人，还有教导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光教导，也有怎样警戒劝勉，好不好？好。责备这都得有的。一个教会要想完备，这些必须得有。你明明走错路了，行啊，看不过就行啊，顺情说好话的教会不需要这样的，顺情说好话的害你不是爱你，要真正爱你的告诉你这条路已经走错了，好不好？在肉体里见到走错了，在人情里见到走错了，在情欲中间见到走错了，在生活中间见到走错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一同来比喻天的救主在天上，阿爸父神，谢谢。因为你已经给我们，你还要给我们，因为你要给我们的生命更丰盛，你给我们的恩典还要再给我们恩典，你给我们荣耀还要再加给我们荣耀，你给我们能力还要力上加力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神爱我们，神要把你所有预定的福分都赐给这一小群，他们祈求你就叫他们得着，他们寻找就叫他们寻见，他们叩门就向他们开门，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普天下的教会，使凡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定拣选的教会都把他们归到正路上，使诸多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使他们都能得永生，并且都能明白得荣耀，身体得赎的奥秘，求你亲自在你众教会中间伸出你施恩的手，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，感动你的众弟兄姊妹，带领你自己的众同工，使所有的人都走向正路，使所有的教会都走进正路，应允我的祷告，按照你的旨意来复兴起你自己的教会，复兴起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使我们都成为明光照耀，因为我们显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明光照耀一样，要借着我们把诸多的人都引到平安的路上，你借着我们教许多的人都归义，谢谢天父，谢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同工会，谢谢你按时分粮给众弟兄姊妹，谢谢你许许多的教导和教训了我们，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大大的复兴起你全世界各地的教会，使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道，使更多的人都明白你的救恩，使许许多的人都能站起来勇敢为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，应允我的祷告，愿颂赞荣耀权柄大能大义都归给我在天上，阿爸父神，祷告祝谢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好，谢谢。